麦片呢，通常不会吃很湿的那一种。Hello， 苏雅家的 Jack。我通常麦片人都会吃那种，就是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就赶快捞出来。但我觉得它一吃就软软的，很不习惯。Hello， 你看，长了一块痘痘。Hello， 变成新鲜柠檬行动中。大家 Hello， 还有胖丁信为告白，叫教徒就不错过您。现在是我的幸运事业潮，你看啊，长了一颗痘痘，很大的痘痘，所以我就贴了痘痘贴。它是就是在有一次不早上睡醒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好痛，好痛，然后呢我就看一下，结果长痘痘，而且这个痘痘是不能挤的，它是那种不能挤的痘痘，就很痛。就还在卡在这里，好丑，好丑，太可爱吧！还带着这个史迪奇法哭，嘿哈喽，刀光剑影哈喽，呵呵呵哈喽，双眼哈喽，李思琪，就而且我今天还穿了这个，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这个，不过假的是 Nina 送我的衣服。你看，刚好蓝色，蓝色好可爱的，我好喜欢这个发箍，而且它史迪奇啊，我还没有史迪奇的发箍呢，好可爱。嗯 ，Hello， 澳门 ，Hello，Hello， 坤坤。他的衣服很搭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刚好有蓝色的衣服，然后加上法裤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，这个史迪奇的，好像是一个公仔还是百事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听那个熊爸说，他是可以把他那个什么组装起来哦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很可爱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回来了。Hello， 提取阿强 ，Hello， 生气糖 ，Hello， 季风亮 ，Hello， 坤坤，大家 Hello， 有点像是中国字的。你说哪一个？你说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还是这个 ？Hello， 澳门普国，居然全是。史迪奇大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超爱这个的，那个有老皮版，这个啊，老皮版啊，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这好酷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耶，而且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发箍，这是我在那个新北市欢乐夜单城，不是有那个皮诺丘的那个商店嘛？然后我就去看到有史迪奇的发箍，哎，超可爱，可是它里面。几乎都是什么奇妙仙子，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猫，什么猫的，那个一只卡通嘛，然后呢，反正他有卖史迪奇，然后逛整间店就只有卖这个是有关史迪奇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想说算了，不要买好了。
里面是中空的，你说里面是这个吗？这个我还不知道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想说来自己打开看看这个。哦、Hello 暗红你好 ，Hello 林 NJ，Hello 李天天。糟糕，今天可爱到我没办法乱喷垃圾话。今天数字很可爱，这个好可爱，我好喜欢那只哦，白色那只猫吗？应该是红色吧，叫就是一只猫，然后它是条纹，就是红白红白条纹那只什么猫的那个忘记了。Hello NA 主播，哈里希诺你好。Hello。大家好 ，Hello， 我最爱郑允威，郑允威绝不错过你。下次给你史迪奇，等升大的带，下次给你史迪奇，等大的带的回家吗？怎么了？要什么？下次给你史迪奇，等升大的带回的回家。谁可以翻译一下这一句？好，想是不是美乐蒂？不是美乐蒂，不是美乐蒂。现在送爱的烟火哦，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只哦，对对对，好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可是我看爱丽丝梦游仙境从来都没有看过那只猫，我只知道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只兔子而已，这样子。你中文阅读障碍吗？其实他本来念的，你念给我听啊！你在中文有阅读障碍，没礼貌。下次给你史迪奇，等升大的，待会的，等升大的这一句这四个字我不会念，等升大的，等升大的。等升大的要帮忙达成主意，不需要等升大的小迪，你带得回家吗？等升大的，升大的小迪是什么意思啊？等升大的小迪，你带得回家吗？我还是不懂什么叫等升大的小迪耶。说白了就是玩偶啦，哦，玩偶当然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梦想就是要有一只很大很大很大的史迪奇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看过很大很大很大的史迪奇，而且那个一定很贵啊。等身，人形一比哦，一比我知道啊，就小迪整只给你，好，把迪抱回家，迪，把迪带回家。小妹需要翻译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懂了。我知道了啦，但是对我超过3000不能送，所以那种一定会超过3000，没关系。总有一天小妹会买，呵呵，总有一天。交换礼物换到什么什么来聊啊？交换礼物没有交换礼物，我没有交换礼物这种东西耶。我没有参与交换礼物那种东西，现在起来变成新鲜，你没有行动成什么白色应援棒？你有交换礼物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交换礼物。有没有幼保专业人士来帮忙照顾一下小妹？不需要，谢谢大家的好意，谢谢。
谢谢大家的好意，谢谢你们。没人跟你换吗？没有人啊，没有人。Yes, Thomas 想 kiss 啾啾，交换礼物可以看出谁是对对。可是我觉得我不会是那种的队友哎。最近不是很多，就是圣诞节嘛，然后就看 YouTube， 有可能就是不是会有人反问，你收到什么最烂的礼物，或者你收到最好的礼物吗？不是，就是有分天堂和地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这种没有礼物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地狱礼物，因为我觉得，对，我好像没地狱礼物，反正我觉得。如果对我来说地狱礼物的话，我觉得是那种，是那种就是我不需要的东西，那才叫地狱礼物。北原熊，嘿嘿嘿，没事。Hello， 新一 ，Hello， 娃娃、水瓶、滑鼠垫三大礼物。可是我很喜欢收到娃娃，如果是送史迪奇的话，我会非常开心。我是热爱娃娃的那种，可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娃娃，因为他们觉得娃娃是那种很占空间，然后又不知道可以放哪里。水瓶的话，我也觉得蛮不需要的，因为就是如果是保温杯的话就可以，例如说皇阿玛的那个杯子我就很棒。滑鼠垫的话，我也不需要。因为我觉得滑鼠垫就已经一定有个电脑嘛，然后一定会买滑鼠垫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那种我都不会觉得很累，因为我觉得那种可以拿来放着，所以总有一天就可以用到。法法送旧课本要比它飞很烂，很难。欸，我真的觉得旧课本真的是很烂，真的超烂的。十包饼干真够低，欸，十包饼干我觉得不错啊。如果是我爱的饼干的话，我会觉得很赞。现在才给他讲的，对啊，这颗是那个，就是有一天早上，还是前两天星期六的时候，就是早上上课嘛，然后我就发现没有昨天星期哦，对，星期六，然后我就早上发现我这边好像痛痛的，我就想，然后我就摸了一下，又是摸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发现哦，长痘痘了，然后我就赶快去照镜子，我就觉得哦，它是那种不能挤的痘痘，我就很生气，而且它是那种比较就是戳我就会痛的那种。而且有时候我那个就是这样，那个舌头碰到那边的时候就会痛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讨厌的痘痘，不能挤痘痘就觉得好生气。难道是你不乖被生的老公发现？哪有啊，长得最乖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新一你好，我这种生活很无趣。像是你送阿潘的十包饼干，那还有啊，人家也说他喜欢饼干啊，真是哦，哼，为了啥不能挤？因为他挤不出吧，他没有东西可以挤啊，这挤不是会那种白白，可是他没有白白，可是我刚刚挤了一下，他只有出一点白白，可是我觉得他没完全好，我都没擦痘痘呀，但我现在贴了痘痘贴。他以为是熊妹，原来是谁？我是熊妹，我没有一颗痣，只是一个痘痘。痘痘，最近火气大，对啊，被我们气死了。还好了，有一件事叫做面子啊，没关系。可是吃的我觉得蛮不错，欸，我送的都是洋芋片，也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。没关系。因为没有，因为太紧急了，你知道吗？隔天就要用了。还有人送生菜沙拉，啊？为什么要送生菜沙拉？如果是我送生菜沙拉给我的话，我也头痛，因为我不喜欢吃生菜沙拉。可是我觉得交换礼物就是要看那个人吧，假如那个人就是
本身送礼物就还不错。如果收到，你知道圣诞节，如果收到很烂的礼物的话，你会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你收到什么什么礼物会白眼？这对我来说好困难，因为我没有礼物。如果是送面膜的话，我也白眼。绝对不要再送给我面膜，我好讨厌面膜。如果是平常一般送我面膜的话，我觉得 OK。如果是交换礼物送面膜的话，你就是会不喜欢嘛？因为我真的不需要面膜，因为我不喜欢敷面膜，因为我觉得敷起来就很湿湿的呢，就湿湿，然后又水水的这样子。我就好讨厌，很生气哎！你需要找主任恶补中文、英文、日语、数学、社会吗？不需要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三色豆加芋头啊！我不吃三色豆，芋头的话我可以。有没有粉丝想要跟我一起集资送三色豆跟芋头给熊妹？那你送芋头啊！我喜欢吃芋头。杰心人脑，哎，我觉得他那个人脑蛮搞笑的，蛮好笑的人哦。很好笑，跟你们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我和 Mina 和杰星的有个叫吃饭大队的一个群组，然后因为杰星不是错字王吗，所以他有时候就是那个 iPhone 输入键就打的时候，他就出现那种很奇怪的字，可是昨天是打什么字有点忘记，还有叫我只记得刚刚 Mina 打的，他就原本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去吃饭，然后就是离我近嘛，然后他就打那个熊妹爽爽 C， 他打 S E E， 可是他原本他是要打熊妹爽爽的，很好笑，因为杰星是错字打，所以有些字有可能他就是直接打另外一个意思，看不懂的那一种。因为他们昨天要叫我出去跟他们吃火锅，因为他们昨天自煮嘛，可是我们已经早上自煮了，就已经很累，因为从早上就是我6:30就起床了，然后昨天一次有跳比较自煮，然后大概5:00才回家，然后我就已经很累了，然后因为他们是7:00结束嘛，然后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吃火锅，我就说不要，因为好累，我爬不出去。而且结果后来外面在下雨，面膜不是不错嘛？可是面膜对大家来说是蛮不错，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很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面膜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都把面膜送给熊妈，集资收面膜联络，拜托不要，我会送给熊妈，是不是很孝顺？你中文理解能力这样一定要补习，不需要吧？只为吃哪有啊？吃也不错。还有落日里潇潇，他是澳门语音吗？没有，他是中文语音。就是你知道，有时候就是 iPhone 打字，就是我有时候打英文的时候，他也会自己选，就自己乱选一通，然后就发出去了。还有鸡尾包，你好。哦，今天头少可爱，是不是？它是史迪奇的，呵呵。我一看到它，我就把它买回来，因为它是史迪奇。你收到雨伞会开心吗？我觉得我收到雨伞，我喜欢。我觉得收到雨伞会开心，因为我觉得雨伞蛮需要的。杰星语看不懂，正常。对，很有他的风格。你每星期去基隆从台北交10份功课给主任，会不会说提交10遍？哎，我最讨厌抄东西耶，抄东西真的是超那个，而且就很累，然后就随便写。Hello， 姚，今天怎么这么有认真参赛吗？我没有要参加那个嘟嘴大赛，我也觉得今天这个很可爱，然后我就想说带给大家看，因为买来就是要带嘛，然后带完就可以拿来收藏。那个很贵吗？我觉得算
算贵吗？如果算法库的话，我觉得还算贵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史迪奇的嘛，啊，所以不管贵不贵。Hello， 洛克。Hello， 谢谢暗黄说乐夫。跟你讲说，就是昨天不是自主玩嘛，然后呢，原本想去那个蜡笔小新展览，你知道蜡笔小新？结果就是原本我找高文杰陪我一起去。然后他也说好，结果我们去到那边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因为他是26号才开幕，然后昨天是27号，第二天嘛。结果他跟我说，我去的时候，因为他是6点才关门，然后那时候我去已经3点那边嘛，3点半那边。然后他结果跟我说，因为他发号码牌，结果号码牌已经没了，啊，整个超伤心的。你知道我去路上就一直看到有人提那个袋子，我就超想要买的。就很想要去，结果号码牌发完，简直心超痛！我看别人都停了一大袋来，好羡慕，因为人家也好想要。好羡慕哦，呵呵，好难过。Hello， 继续阿翔来了。交换礼物可以看见各种平常没看过的美容品。对啊，就是一定要限个金额，才不会交换到没用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就限个金额，然后我觉得这种交换礼物就是要看人的心吧。如果是跟我交换礼物，肯定呢会买到不错的。他是要有那种给我事先准备的感觉，这样子。我今年圣诞节就很平平的过，看镜像。看见自己去年交换出去的东西，去年交换出去的东西，我去年说那个吗？你说我们，你说去年就是那个过年那个吗？是那个影片吗？还是什么交换礼物？我想跟你交换，可是你不能跟我交换。是这是太可惜了。就像动漫展出新去也没买我的东西，圣诞节就是出新自己没有用的东西是吧？如果是我吧，我觉得我自己的东西都蛮有用的，可是有些真的没有用，就可以送给别人。我今年玩交换礼物，直接送一桶4公升的酒精，外加2张 T 恤单曲。你跟谁交换？你是跟认识 T 恤的人交换吗？如果是4公升的酒精的话，我也很生气，因为我不需要酒精。虽然像是防疫，但是我觉得4公升好像很多。你有看影片跟我交换吗？OK， 没问题。交换一波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。嗯。我们现在来拆这个来玩好。我很好奇这里面是什么、欸、跟不认识 TP 的人趁机推广，哎，不错，你很聪明，那你就赶快跟大家来交换礼物哦，然后每一张都附一样的东西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
我现在来猜一下这个史迪奇，我很酷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，感觉蛮有趣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猜，那一个什么尖的东西啊？还好不是四公斤的专辑，哇塞！跟我交换你会说什么？跟你交换，我还送什么呢？我送他熊妹相片，加签名。哇塞，好有价值，好聪明。我猜呀，拿什么尖尖的东西猜呀？我来看一下我有什么工具可以猜。我昨天交换也送我的牌还签名，你送这样啊？我知道我拿钥匙，钥匙就可以拆了，还不错吧？熊妹签名照太准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还不用，这怎么拆呀？干嘛粘那么紧？它不掉，see you later， 不行，你叫锲而不舍的精神。哦，我知道，这边有个洞，直接戳下去了。赞哦！我想跟你交换哦，可惜没办法，啦啦啦啦啦，没关系，说不定。哒啦啦啦啦啦哒哒。我已经有熊妹签名球了，对呀、你好幸运啊，可以抽到熊妹签名球球，而且那个球真的是好难画，我第一次画那种，我猜看我管是个聪明的人，直接从洞这样子，直接穿过去，蛮厉害，这感觉很酷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这不知道去哪里扭，这好像。听说是在扭蛋扭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如果看他有什么其他的，我就把它扭回来。哎，这种感觉就很贵。不行，我现在存钱大作战。小妹，我好难过，可安慰。好，我安慰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。为什么他没有耳朵？你说这个吗？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这样也蛮可爱，就是他的脸，我最喜欢史迪奇那种无辜的表情，这是他最可爱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这是一个外观的盒子，可是是怎么打开啊？直接暴力打开吗？就这样开吗？可是这边有一个圆圈的，这不知道什么，就这样打开吗 ？OK， 打开了，还蛮紧的。那是老鼠，这不是老鼠它是死的一起。怎么打开啊？是这样开吗？暴力打开吗？
可是这边还要开一下。啊，开了开了。哦哦，这边还有个锁。哦，还有这个，好可爱，它是一个。它可以组装欸，知道叫什么手正人形呢，就是可以组装它的样子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们看，哎，等你，阿拉 QK 男子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怎么如此的那么可爱？然后这是它的身体，所以要用它的头。组装有点笨手笨脚的，哪有啊？我第一次做呢，当然，这是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耳朵这样子，好酷哦！我第一次看过这个东西耶，好可爱哦！哦，可以把身体他的耳朵装上去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可爱哦。啊，怎么组？首先先装他的头，可是他只有那个安琪的说明书，他怎么这样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吧。我怕我等下组其他角色组装连接类同，他说类同，他希望我可以装得起来，好酷哦！Yes. 嗯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装他的耳朵吧。耳朵，我不确定我装得起来，装不起来。他的说明书不是？哦，耳朵是装那个洞，不对，所以是要装这个洞啊。是这样吗？应该可以完成吧，应该是这样这样，它应该是长这样，对，这样，然后移除胶囊底盖，啥来着？我知道这个耳朵是要垂下去的，因为它是把那个凸出来的夹起来，把那个凸出来的夹起来，什么东西凸出来的那个夹起来，我的耳朵是要下垂的、欸，怎么下垂？什么东西？可是它不能下垂呀、啊！他骗我还是啊？我知道了，不装错边的呀，真是的。哦，是要卡起啊！哦，そうですね，干，真的是脑力激荡。对啦，耶、yeah, ！是现在是长这样，然后嘞，在装什么？在装这个？他说什么？把胶囊底盖。移除胶囊底盖，我已经移除了、欸，所以是这样吗？我的耳朵掉了。移除胶囊底盖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装哪里的东西？应该是这样装吧？是这样装还是都可以啊？这样吗？因为这不是这样，一直掉，这个蛮难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长这样。小妹，你在组做啥组模型吗？对，我在组一个类似就是史迪奇的模型，可是我现在有障碍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他在干嘛。那耳朵一直掉，我
先来研究一下，移除胶囊底盖，就这个，这个就是胶囊底盖，还是就不管了，就直接卡上去就好了。然后把这个直接这样，可是它这个会掉，这个一定要把它组起来。啊，嗯，怎么看不懂耶？还是我就先把它的那个什么头和身体都组装起来。还是这个是胶囊底盖，哦，这个是胶囊底盖，这个搞不好左右手敲敲看，哪会呀、啊？又要先逃了，兄妹，拜拜，拜拜，暗红 ，Hello 草莓酱 ，Hello 膝盖帮阿哲阿哲，是这个要拆掉吗？我很怕我拆错，怎么办？这什么动人？对呀、啊，它这是底盖呀、啊。还是我们先装它的身体？可是，假如身体装上去没有把那个底盖拔起来的话，可是如果它拔不起的话，就不是要拔这个吧？我不然等下拔它就坏掉了。我先来研究一下它底盖。应该不是这个，这应该不能拔。反正我就先放上去了，不管那么多。不管，我们就直接做下去吧。哎。怎么上上去？这也是一个很难的。还是这样，是插不进去啊！装好了，给我们看，看笑一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是这样吗？可是这样插进去，这是对的吗？我很怕我等下装了就没办法。这样的吗？这个是要在前面吗？他没有写他在前面还是后面，可是在前面的话就插不过去，可是在下面的话好像比较容易进去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还是不对？他这样吗？天哪，这什么男人的东西？而且我再直接装起。装脚最简单的，真不应该。这脚是长怎样啊？我看不。这长这样脚。应该是长这样哦。好，浪客859，是长这样的吗？好像不是呢。怎么该不会连他的脚也装不过去吧？不行啊！我脚装起来了。我们第一个完成项目就是他的脚脚，实在是太聪明了。不行，我今天也要把它煮起來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可爱啊，脚脚。不行，只有这么难，这就很难呐、啊。因为它说明书没有印实力，它要印这个，它只有说其他角色组装连接类同。哎，类同啊，到现在还是卡关。就耳朵一直掉，这是要怎么卡上去？
它是长这样的。可是它应该是要长这样的，那这样就不能看。哦哦，俺懂了啦！哦，俺懂了，俺懂了，是要长这样啦，因为要为举一反三。我有在举一反三，你看我懂了，所以是这样装的啦。哇、哦、，Disney。就是它绞掉了，所以它是长这样吗？它会露出长这样吗？在绞什么掉？头应该不是长这样的吧？他应该会再进去一点吧？他脖子会露这么深吗？这是对的吗？还是错的？是对的吗？是长这样吗？他是不是会卡紧啊？要这么卡紧？原来是实体型，对呀、啊，他的头是长这样吗？这个分有这么分开吗？这样对吗？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能挤，所以是长这样的哈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东西？是第一题瘦了，脖子比较长，所以是长这样，这样是对的哦。但好像不能再卡紧嘞、欸，因为它这个就是会这样缩啊，所以是长这样啊。但是 three small， 所以我现在是要问大家这是对的嘛？可是因为它不能再紧啊，还是要用转的，那转会不会等下钝？因为你看，这是这样一个伸缩啊，所以应该是这样了吧，对不对，各位？这是杰尼龟吧？没有，它不是杰尼龟。啊，我不再感觉一下，可是为什么就会掉？就长这样。所以他身体真的是长这样的，这也蛮酷的。长颈龙，所以是长这样。啊，走，那真是长这样。所以他在长这样、欸，哎。但是这样头大身体小哎、欸，好好笑哦、喔！长这样，当然也太好笑了，所以你要缩小。然后再帮他装个脚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煮史迪奇的玩具，好酷！下次应该再找个几个，看网络上有没有史迪奇玩具。
这个酒是要怎样？就是长这样吧。我们剩他的。身体小好可爱哦，这样才卡哇伊。对，我也觉得蛮卡哇伊的。组装完成，耶嘞嘞嘞，好卡哇伊哦！先休息一下。咦、好可爱哟、哦，耶 ！Hello Kevin Ren， 真可爱。对呀、啊，我还觉得他蛮可爱的，可爱。谢谢猫咪咪送爱的烟火。谢谢变成新鲜魔兽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这么厉害，对呀、啊，可爱，好可爱，来合照，跟他合照，有一些，来耶，我们合照，可以，好可爱呀、啊。今天怎么那么幼？今天天使是第一期，今天好可爱哦！怎么会有如此这么可爱的东西啊？真是令人着迷啊！可惜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，我还想看还可以放哪，放我的桌上好。可是我很怕，我就撞到它就掉下去，我也心疼。它可爱，它是我的可爱吉祥物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好玩，很酷哎、欸！我应该再多去找几个，回家可以摆一排，叫摇头娃娃，这样子。嗯，不知道它这种叫什么手震什么人形，它叫转蛋系列，可是它把什么叫妞妞。叫摇摇，摇摇娃娃可爱，我也觉得可爱。Show time！ 谢谢鸡尾炮送的真情告白，耶！哎呦，耶！组装完成。我现在想做一件事情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突然想要，我们先找星星代位好。突然想要蝙蝠论，我们先请莎莎代播，大家等我一下哦。哎。
谢谢莎莎主播啊，谢谢大家，我回来了。谢谢莎莎主播，大家很喜欢莎莎呢，真多啊！莎莎，很多人都喜欢你耶。Hello， 莎莎，谢谢玉超上看好你哦。大家要回来。刚刚喝太多了。我跟大家报告，你看，我看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那个有流出来了，就是代表有那个分泌物流出来，代表它应该很快就可以好。Yes， 谢谢一生守护贝尔伤心与追踪的主播，我们还没有喝完我们的牛奶。其实这杯牛奶其实是我昨天的晚餐呢，因为我昨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饿，然后我就想说去吃个面啊，所以我就大概五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吃面了。好开心啊，谢谢贝尔送的玫瑰。然后呢，我原本想把这当晚餐，结果我后来就睡着了，就是睡到大概八点多的时候，八点半的时候去睡，然后我就睡到快十一点，十一点起床啊，然后呢，我就继续睡，我想说算了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不要吃好了，所以我就继续睡，不然他就留到今天的下午茶。Yes， 我们的莎莎主播，喝牛奶会长高，好美味哦，太美味了，啊！大家今天晚餐也要吃什么吗？大家晚上又要吃什么吗？大家晚餐要吃什么？大家好喽。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刚吃完晚餐，那你晚餐吃什么呢？吃什么呢？不得了，我牛奶流出来了，好烦哦！没有滴到衣服。怎么了？算了，我不喝牛奶，我觉得用汤匙喝牛奶很难呢。我不喝，不用汤匙。也没有什么麦片，小时候这样喝好。我想吃东西都很老，直接拿起来喝就好。就连胃是这么小。刚去找一个垃圾袋装下我的垃圾，没有一大坨垃圾，没关系。用汤匙喝这么休息，不像是熊。嫩讲，我们家里走优雅路线，可是因为汤匙真的是有点难喝，算了，就直接用这样喝好了。比较安全，才不会乱滴。
Hello， 王思涵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坐好，你正，你大家好。哪里吗？这件衣服真的蛮好看的，第一次有这种，有这种。圆领像什么，就是有领子，然后又是那种毛茸茸的那种衣服。这种衣服算什么衣服？其实这个衣服也蛮温暖，其实用小糖纸盒会更容易温低。我这个是大糖纸，我觉得大糖纸有点太大，就是比较不好控制吧。因为我不是用碗，我是用这种小杯子，觉得不方便。这件是熊妈买的，没有，这件是米拉买的。其实熊妈不会买这种衣服。你自己的灌汤匙啦，干嘛骗你就很能捞啊，什么自己雷，哼。昨天练舞有没有喘吁吁？没有，没有喘吁吁，有喘吁，因为很累。然后现在其实有点酸痛。这个算什么？手臂吗？这里有点痛，就按下去会痛。然后因为最近就是我的手指。这边比较痛，因为前几天都提那个重的东西，然后就觉得哦，重死了，有个重。然后因为我都是用，就是因为有可能这边就会出，就是这边都会出力，这样子。可以把头发拨到后面看这件衣服吗？哦，整件衣服又长这样，就不二姐很可爱吧？啊，衣服又长这样，真是。酸痛应该都是会的啊，对啊，啊这边也是痛，突然发现，我不大概要重新复习，一定会重新复习，对不对？没看你都会重新复习，啊这样，扭个腰，把这个大概两三天那个筋骨就恢复了。最近就不用贴酸痛贴，它就可以自己恢复，就像我前几天闹着。然后我就隔天睡觉，我的闹枕就好了，我发现好厉害哦，都不用贴酸痛贴，就是当天睡觉的时候就是很痛。为什么不是酸脚？不知道哎，我脚不会酸。有跳的时候就是脚太累，就是有点会软掉，可是不会酸。年轻真好，没有呢，什么年轻真好？可是我之前是要真的要贴酸痛贴，就是全身都要贴酸痛贴。因为有时候我背也会不舒服，年轻的力量还蛮厉害的。其实哪不用贴酸痛贴，闹枕就会好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好可是那天睡觉真的是会痛就是你会觉得卡卡，而且还不能转弯这样，就是不能扭脖子。可是你这样子就是还好会痛，可是就还好就痛而已。就是年轻才能这么快速恢复。对，我也觉得蛮黏，可是我之前不会那么快，真的没有骗你们。我之前都是要贴酸痛贴过。现在张扬送爱的烟火，不错，这代表有进步，身体有进步，值得鼓励啊 ！Yes。Yes. 有他进就好了吧？对啊，就是全身动一下，然后就是整个摊直，让你的身体休息，应该就会好。体能进步，对啊，赞！而且我最近就是发现一间好店，就是有一次呢，就是我逛街的时候。然后我就去走走看看，然后就发现一间很厉害的衣服店呢，就是楼下先卖一些衣服，然后走上去，哇塞，整个超多衣服，而且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去，
然后呢他就说要把那个东西，就是把那个大型东西放进柜子里面。我想说好，那我就放。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懂那柜子要怎么用，就有点还在那个没有意识当中，我就很糊里糊涂走进那间店，然后我就去看了那边的衣服。哦，我觉得那个整个完全是个天堂，你知道吗？是说怎样练肌，是说怎样练肌肉跑出来？没有，我没有肌肉。昨天布丁也几乎是要瘫掉那种来，因为昨天布丁也是跟我们有就是练习嘛，然后他们也有自主这样子。其实昨天大家都很累。啊，我昨天也瘫掉了。我昨天啊，我昨天就是一回家嘛，然后我想说，就是我一回家的时候就蛮有，通常我一回家都是蛮有精神的，然后就看了一下手机，觉得越滑越累，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先睡，可是我想说还是先去洗澡好了，那就洗完后，通常洗澡不是很有精神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很有精神，然后就去吃了，就自己煮面。自己煮面吃，然后吃饱完后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像也有点累，然后就马上回去睡觉。昨天也没煮到练两次哦。嗯，昨天是只有 A 组没有练，就是不是就是一次就是一次是有老师，一次是自主练习这样子。怎么硬？对呀。你看昨天是昨天应该都是因为昨天就是时间蛮早的吧，对不对？都有自主练习，对，昨天三组都有自主练习。Hello Andy 安慕米尔兰团练 ，Yes， 因为要公演嘛。所以就会有很多那个团练。那练舞教室不交钱？没有，就是会先事先安排，就是教师会自己先借那个时间这样子，就是会先借时段啊，对不对？三组谁打组排最后一个？没有，教室是要借，就是要借，就是要问那个姐姐说这个时间可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有时候会有其他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来接啊，所以就是要安排，就是看你那就是教室有没有人这样子。确实啊，一月初公演就要到，对啊，没有混嘴摸鱼哦。没有混嘴摸鱼，都很认真的勤奋练习哟。Hello Monkey， 久不出过您，这样子感觉是炒作，看你们运动是不是这样？没有，这不需要打架，这是看谁时间借得快，这样就不需要打架。耶耶！啊嘟吱嘟吱跳嘟嘟嘟噔噔噔噔！哎，头上未来超级寒冷，台北会到七度高小时哦，真的是超级寒流哎！你知道有时候我看新，就是不是下面有可能都会跑一些讯息，就是那个就新闻嘛，然后下面就会跑那个。红色那种讯息，然后就发现就是什么史上最就是体感温度，然后是台北不知道5度吗？是几度？才4度，然后新竹是0度，哎，超可怕！体感温度是0度，代表就是你已经身体就是一直都很冷这样子吧，注意保暖。OK， 没问题。OK， 我有那个。最近有买那个毛毛衣哦，穿起来超舒服的，你知道吗？毛毛衣真的是超级无敌舒服，哎，很保暖那个毛毛衣，呵呵，很舒服哦。惨了，我发现其实我闹子好像也没有很好，就是你刚才就这样扭的话，就是回头会痛，还是其实不知道，办好吧，反正就是也没有感觉爽就算了。
零度，对啊，是体感温度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感觉就很恐怖。Yes， 因为我也不是考三级，对啊，所以三级我也很冷啊。通常的管理都是这样。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。其实为什么他比较正一点？他应该长这样，他一直倒下去。还是我买的是倒下去的，因为我记得他看那挂是长这样，就是会翘起，后面翘起。去玉山哪、啊？听说我想想，我怎么会去玉山呢？我去不了玉山，六个山脚而已啊。三角而已 ，OK， 酷哦。然后我在想，我想吃什么面？我是不要吃这一煮面吗？水煮面，我要吃水煮面。还是要吃什么？我真的好想吃那个。我最近想吃炸的东西，就觉得炸的真的是太美味了。最近比较喜欢吃那个。葱抓饼就蛮想吃的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请勿包一包你买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发现我这几天就是研究发现，好像 Uber E 都会比就是自己本家店卖的东西就是会贵20，贵20。例如说那个火锅就是有可能是130，然后它就变150，然后呢千里迢迢那个火锅其实说150，这样子都是150，好像都会贵个几十块吧，20多这样子。要收运费，对，可是他有收15块运费，然后价钱又比就是那一间店卖的又更贵，这样吗？所以他们大概可以赚个，因为有时候收运费不是15-30，反正最低就15，就是你要先付运费嘛，然后你要再多付那个原本买的那个20块，多20或30吧，就觉得好像蛮贵，店没有赚钱，对呀、啊。就是比较贵，可是又懒得出门。对，前次又煮一碗酱豆豆，可是我觉得讲那个豆很莫名其妙。因为我觉得我通常吃，就是那前脚还没有吃，我通常吃炸只会长小豆豆，真的很少要长那种大豆豆哎、欸。这个豆豆已经很没有很常出现那种豆豆，你知道吗？超不长的啊，不是要减肥，其实我已经快要到放弃状态了，所以懒得出门就要付钱。对呀、啊，除了店面跟外送 Uber 平台本身有赚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是这几天叫的话，我就觉得好贵啊，所以还是自己走出门好了。因为像我平常叫的话，就要叫100多嘞。130-140哎，这样是不是算贵啊？还是算便宜？就是我全部叫就是130-140这样。谢谢拿铁不想分享直播间，所以我不想晚上吃饭很低调，我不想连吃饭时间都被剥夺，所以店家会赚比较少。哦，原来，所以我不记得为什么。原来，想想人确实要自己出门，对。有自己出门，我要吃的那种40块，自助餐真的很便宜。真的照外送店家，你会被专业？对啊，店家就是他就提高他那个售价这样子。其实你们看他每个图，就是增加个20，20，20，然后只要就是有人订嘛，然后他就可以这样，就是会就是还有20块这种，20或30吧，这样子可以赚。我
我现在在想，我在想，就是我要去哪里买那种两颗的鸡蛋？我在想要不要去火锅店跟他说，我要单点两颗鸡蛋，不知道有没有在卖那种，就是那个鸡蛋生鸡蛋。因为最近呢要做那个，要做一个东西，然后需要鸡蛋，然后就不想要买一盒，我觉得一盒好像我之后也不可能会用到鸡蛋，想说要不要去买个两颗，或者跟其他开谁有在有两颗鸡蛋，人家去可以卖给我，会不会很荒谬？人家说我要买两颗鸡蛋，火锅店有在卖两生的鸡蛋吗？你去火锅店买鸡蛋很怕，没有，我应该会点火锅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火锅店会有卖鸡蛋，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少。要吃什么样的火锅？平价火锅会有卖鸡蛋吗？可以只买两颗？没有啊，我也不可能只买两颗，我应该还要再点那个火锅吧？菜市场有吗？菜市场，对哦，菜市场买鸡蛋。菜市场要去卖哦，有卖那种蔬菜的吗？卖蔬菜的鸡蛋吗？卖去那个菜市场不知道鱼店菜还是卖菜店，我有卖鸡蛋，鸡蛋买一盒不可能吃不完，因为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在，我不需要那个去全联，可是全联应该没有卖单颗的吧？我想说买那么多个鸡蛋好像也没有用，蔬菜鸡蛋不是，我说菜市场是。哦，是卖鸡的会有卖蛋吗？菜市场还是去，还是直接买一盒？我就想要不要买一盒，不是不是蔬菜的鸡蛋，我就说是卖菜的地方会有卖鸡蛋吗？还是卖鸡的人会有卖鸡蛋？一盒百来元哦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就是买个，因为我也没有在常用，就买个三颗或四颗，明天打破的话还有备用的三四颗。因为我看刚好我有去那个就是。便利购看十颗95块，对，我想了这么多鸡蛋好像也没有用，好像就直接买一盒，直接买一盒嘛，这样我的那个煮面还有那个料可以吃，就是买一盒，买单颗鸡蛋，好，买一盒好了。买一盒鸡蛋，鸡蛋吃掉就好。这边好像也蛮不错，可以煮个水煮蛋，还不错吧？我第一次煮水煮蛋，蛮厉害。你就买一盒就好了，家里吃蛋应该吃很快吧？对。好，然后我就买一盒。不过我熊妹没在买菜，不知道价钱。有啊，熊妹其实很常逛那种。就是全联啊、家乐福啊这样子，第一次，什么第一次？我第一次自己买蛋呢？没有，你真的是什么第一次啊？不是，我有帮我妈买过鸡蛋，她都去那个呢 Seven 买鸡蛋，因为她说 Seven 买鸡蛋便宜。可是我突然拿鸡蛋干嘛？我很少在哦，我鸡蛋通常加面。可是鸡蛋，因为最近没什么在煮，所以根本就不会用到鸡蛋。怎么可能是第一次？我说水煮蛋，水煮蛋，水煮蛋，我没有吃过水煮蛋，好像我有吃过，可是我没有自己做过水煮蛋。我有听过水煮蛋，可是我们家不会吃水煮蛋啊。鸡蛋加面很常用，对啊，我之前吃面都配鸡蛋，然后配菜配肉，这样子蘸。水煮蛋应该是放进那个锅子里面然后煮，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是哈。泡面也可以，对，好，那么就买一盒鸡蛋好，太扯了，沙拉不是很多都会放吗？沙拉哦，因为我们不吃沙拉，沙拉我知道会放蛋啊，便利商店，可是便利商店的沙拉好像
没有吃过，水煮蛋就水滚煮，然后撒盐就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之后也煮个水煮蛋。我最喜欢波蛋，可是我喜欢吃蛋白，不喜欢吃蛋黄。就是对蛋黄就还好，比较喜欢吃蛋白，就比较好吃。熊熊下厨，啦啦啦啦。大家记得注意安全，不要炸厨吧。不会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炸厨吧，因为我都用电磁，我真的觉得电磁是我的好帮手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旅馆 ，Hello， 你怎么什么都不吃？能够生产看见啊，超营养不良的。哪有那什么都不吃？我上次有，因为我觉得生菜沙就太生菜沙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。没什么味道吧，不是，也不是叫没什么，反正就是没有很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没有营养，我只看起来比较瘦，可是我其实很重，好吧？头上那什么东西都，它是史迪奇，很可爱吧？那不是什么东东，人家史迪奇，我是个发箍，我买的，我真的觉得我买这个好棒，第一次买这个发箍，啊，好喜欢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，营养都在连接。其实我很有营养，好不好？真的是。哎，我其实是个很营养的小孩，史迪奇可以吧？这是我今天新得到的一个这种小包，我觉得这个很棒哎。你看它这个可以，因为这种背包有时候找那个孔就很难找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它就可以装耳机，它可以装口红，这样子还不错吧？交换来的吗？没有，没有人可以跟我交换，还是买的？是买一个包，然后他送这个。他送这个，怎么没有出皇阿玛发箍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哦，皇阿玛在那个奇经啊，它就是有那个船，你知道，就是外观都贴皇阿玛船。然后它之后呢，就是在哪里，在博尔那个就会有那个可以自己做那个帆布袋，然后和另外一个东西，他忘记了，帆布就印那个他们那个船那个图。然后印在上面，然后还有那个，他之后还要出一卡通，但他出一卡通哎、欸，好想买呀、啊，可是一定很贵，因为他叫一卡通套组，感觉很贵。阿姨去做了没？还没有。他说做帆布袋还有什么？一个帆布袋还是一个帆布袋？然后还有个什么啊？忘记了，失忆了，就好想要去啊。坐船，高雄港不是有跨年活动？对啊，就是爱河啊，因为我有查看，就是现在是五光嘛，然后爱河那边好像就有那个光的那种展吧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就是广告上面有，他就打广告，套组听起来就很消遣，对啊。可是他是那个蛮可爱的，真的。熊妹该不会在家跨年？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在家、欸，因为爱河就是蛮遥远的。海洋音乐中心，海洋音乐中心的话，我会搭轻轨。可是因为搭轻轨要走，就是要走一下路。其实在家也不错啊。可是爱河好像前几天看别人现场，好像有放烟火、欸。不不不，咻嘣咻嘣，烟火，在家跨年安全，对不对？跨年超人他应该在家，对啊，很冷就不会想出去，就想带去、温暖我的心。好冷，好冷，啊，想没错，了解我哦，大家。头上捂住，
避免去现场人挤人群聚危险，没有错。刚好睡着，刚好出国，到时候不会。我通常每年跨年我都会这样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然后就嘣，然后我就开始转台去看，不是澳洲吗？然后其他州那种烟火，就觉得哦，好美哦。就一零看完，然后就会去看其他国的这样子，因为他就会转播。你刚刚咳嗽，我想说我看手机干嘛？突然戴口罩，哈哈哈哈，好笑。雪梨，对，雪梨歌剧院，然后还有哪里的？英国不是会在那个吗？是英国是在那个什么伦敦之前那边放吗？是吗？还是不是？反正就一定要看，不过中央公园的耀光去看吗？没有，没有看。我今天比较窄一点。大笨钟呢？是在大笨钟还是在哪里？时代广场一样。时代广场，你说梦时代的时代广场？伦敦塔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英国在哪里放欸，是不是在伦敦之前那边放，还是在应该不会在大笨钟那边放吧？还是在伦敦桥啊？感觉蛮可以的，伦敦眼哦，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放的，那个摩天轮吧？对，应该是伦敦眼吧？我记得凭我去年的印象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，我觉得好像是在伦敦眼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看他放哪里放。熊妹竟然也可以放烟火，熊妹在本放烟火。会爆炸。还有赖君燕、神推零一，你好。还有晴，你好。欸，我想玩那个仙女棒。我记得玩仙女棒是很小很小很小时，是在我阿嬷家玩，然后好像后来就没有玩过仙女棒。很想玩仙女棒。哎呀，仙女棒，去吃饭，拜拜，拜拜 ，QK， 再见，奶奶。我也没想好我要吃什么。熊妹妹感觉有点恐怖，哪会啊？我真的是很，其实那个还好吧，就在，就看小丸子玩，我在看樱桃小丸子玩仙女棒，高级教徒。他跟我说拜拜拜拜，高举教徒阿东，我还没有下班，没关系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大家都可以。真是太漂亮。It's so beautiful. 好，我先想想，还是我等下去买个面，还是买水饺？买水饺，买面。好，我等下去买面啊，还是买水饺？让我思考一下。还是去买卤味？可是卤味要走蛮远的，想找一个近距离的。哦。买面，买水饺，熊买肉啦，你要肉啦！谢谢拿铁不加糖说爱的烟火，可是晚上会很多人买面买水饺。我再想想看吃什么面。你不是已经吃饱了？没有啊，那我吃的是下午茶，你们还没有吃吗？还是自己煮面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自己煮完比较快，就是比外面买还要快，还是要去外面买。好难决定哦！啊，我知道，我去吃一家比较快的。我已经想到，我要去吃肉燥面、肉燥干面。我很喜欢吃干的面，不喜欢吃汤面。麦蛋煮面，对，麦蛋。确实自己煮是剩下一段时间，对啊，哪有五点多下午茶，下午茶。
嗯哈，可是因为我家里就只剩下干面，不然就是配沙茶，可是自己煮面还是去外面买。可是我最近很想吃卤味，还是去吃买个卤味就好。没有，就是买那个就是干的卤味。哦，好困难啊！让我头脑，我想一下，自己煮，你可以自己煮面，好像有点空虚。拌沙茶听起来不错，对啊，我之前都这样吃，很好吃。可是有时候沙茶会打不开，因为打开又爆出来那种。所以是自己煮面吗？我记得我好像还有一包面可以煮。在发语气，对，我在思考要自己煮面，还是煮沙茶？不是煮沙茶，自己煮面吗？吃干面。我应该自己再去买一包水饺的。好犹豫哦。自己煮面，外面买。自己煮面，外面买。反正要买蛋的啊。对啊。你可以买塑胶盖子的沙茶，塑胶盖子的沙茶，我都买那个牛叉牌的沙茶，我已经买了，之前买的，前阵子买的。可是因为我打不开，不是打不开，是打开关不起啊，我觉得那个好难关哦。然后没有关出来，因为沙茶就油油的嘛，然后就整个油油油的。就很，我就真的关不起来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沙茶那个罐子到底怎么关，就觉得哦，好讨厌，因为关不起来，这样小孩子才做些，外面也买，自己也煮，这样吃太多，这样不行。可是我最近好想吃意大利面，不行，不能吃意大利面，太胖了，吃干面好了。那就自己煮面啊，牛叉牌有塑胶盖子的，真的、哦，我都不准，我都只买我们家之前买那个，就是买，就直接买那个。你到底想吃几？好犹豫啊、哦！你在外面可以自己煮啊，这对我来说太高难了。没有，现在想吃，我在想是要吃干面还是吃肉燥。干面，因为去外面吃会觉得腻，然后自己在家吃就可以慢慢，因为等下手机就会充电，所以我就不会带手机出门。这你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人生好难抉择。不过不会意大利面水煮、欸、可是意大利面就是意大利面啊，就那个面而已，没有那个什么奶油啊、蛤蜊啊、什么蘑菇这样，还有调味包可以买，真的、哦，真有这种东西、啊，我有自己煮哎、欸，所以调味包加上去就可以变意大利面吗？是这样吗？他那个请来应援了，因为我上次看法法煮。好像是因为他都是因为他有那个平底锅这样切，可是我没有平底锅。你说的都有调理吧？真的，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，就不用自己切自己煮这样。那你要做哪一种酱？不会很难，应该都吃奶油，所以要自己去买奶油块。我上次看法法有用奶油块，可是那那一条蛮长的，还是直接吃肉燥。可以把用热水加就好了。哦 ，so nice， 好酷啊、哦！第一次听过，我也要自己切肉啊，然后加奶油，加那些洋葱，自己切洋葱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麻烦。
白酱的话买浓汤罐头很好用啊。哦，浓汤罐不错耶，不是有在逛全联，而是我不会去刻意看那一区啊，就是看的什么酱类的区调理包那种，因为我不需要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就不会去刻意逛可以看这样子。奶油面粉用来就可以做白酱，奶油面粉因为还要去买一包面粉，还是直接加牛奶变白酱，牛奶加奶，我上次反反有加牛奶一点牛奶然后奶油块这样子。Hello， 是个帮小夜猫咪而来。到底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是我好想吃那个海带、豆干、蛋这样子。米血。怎么办？奶油浓汤罐头炖鱼超简单吃，聪明奶油浓汤了，所以它可以做汤。奶油浓汤，它是调理包吗？是长什么样子？是那个吗？康宝的那个玉米浓汤那个，是那个包装吗？我都买现成，对，我也都买现成，我不会是一直。的胡须，不是那首，不是，那是别的，我是怪盗，我查一下名字。好，我是小偷，小偷长得，嘿嘿，金宝哦，金宝，所以他比较康宝，所以他叫金宝啊。金宝，原来如此。金宝，我要把这个弄好。他蛮像小偷的，这样勾着。哦，我是小偷。嘿嘿，哎，蛮好玩的。好好玩啊！泥婆，我是小偷。耶！让我打喷嚏，好酷！我这样头发可以用这样。突然有这个灵感，叫小偷。小偷不是要讲这样吗？好好玩嘞，好酷哦！而且还吹不掉，真的是不错。好，那小妹阿姨这样的姿势跟大家说拜拜，那我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喽。你好像有点想打喷嚏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就这样去公司，那危险被姐姐卖。我是小偷，大家拜拜，再见。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样蛮美的，加上这个头饰蛮可爱的，哈哈。大家拜拜，大家再见 ，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大家拜拜。